你好，你好，这里是好真医院，陈先生，您有一笔医疗补助款，疑似非本人申请，那目前警方正在追查此案件了，我们会协助您转接警局。陈先生你好，我这边士林分局，你已经涉及了洗钱重大案件，我们现在会用线上来做笔录。那另外因为案件的审查过程它都是不公开的，请勿向你的亲友啊或是谁透露任何的案情，以免触法。那这边会再帮你转接给地检署。陈先生你好，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官，经过我们查证您有涉嫌收取不法款项，现在要请您配合调查，因为要监管您的账户，请您先把账户里的钱汇到指定的账户来保管，这样子您清楚吗？越想越奇怪，还是打电话到165询问看看好了。这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案件哦。啊，我被诈骗了。警方不会用电话制作笔录，而你刚才提供的账号为玉山银行的账号，我将协助您联络玉山银行进行三方通话。陈先生您好，请问款项是什么时候汇到玉山银行账户的呢？我是刚刚10分钟前将钱转到玉山银行的这个账户的，请你们协助本案进行拦阻，等到通话结束会提供165通报单。好的，警官您好，本行已收到通报单，并将账户设控，谢谢您。先生您好，这边请坐，请问今天要办理什么业务呢？账户好像被你冻结住了。是，那请问先生你有带身份证件，我帮你查询一下吗？有啊。需要请协助放行。好的。警员您好，我是玉山银行的主管，通报您目前本行有被涉控的存户要来临柜提款，与他的年龄、职业及收入。先，请跟我们回派出所协助调查。各位民众，大家好，我是警政署署长黄明昭，提醒您，诈骗集团会透过随机拨打民众家中室内电话。假冒电信局、健保局等名义告知遭冒名涉案，需配合检警调查。近期更发现诈骗集团为了监控被害人，要求要每日回报行踪。诈骗被害人多为退休高龄人士，容易心生畏惧，不敢跟家人来透露。等发现诈骗时，退休金已全数被骗走了。提醒您，检警侦办案件会以正式书面通知当事人，不会在电话中以任何名义要求提汇款或交付存折、提款卡。民众若有任何疑问，请拨打反诈骗专线165或报案电话112。检政署关心您。